你自己还剪了？对。下，你两个月修一次，不要剪。是不是卷啊？不卷，厚。妈妈。妈妈。那一个指甲，我靠！不修，不知道一修，我吓一跳。嗯，对，你打电话让找个人给你看着嘛。你这脚比较厚，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的，要慢慢修。阿姐，你咋？你没事？那里面，我那里面修，我夹过，哎呀，我那里面修脚的，三毛就在床上睡觉了，睡着我就来的，家里没人。你带俺个啥家看呀？哦，我妈不在跟说。这不就行了吗？找个人给你看着不就行了吗？不担心。对呀、啊，心就放下来了。看见没？这你这个修过以后啊，这个老片修出来了，有点淌血了。最好不要碰水哦，碰水容易发炎，是吧？你也指甲哦啊，就最后。一会儿把脚洗了，我给你上点药。你这个就是因为长时间这里面没修啊，今天你修什么老皮啊、指甲全部。一次性掏出来了，你脚在里面洗一下，转一下，然后之后你不要钱。那能不能脚下你痒，能不能给我留点吧？我这不裂脚，是不是脚丫里面痒？我给你一会儿喷点酒精就不痒了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不用那个，你是不是痒是吧？对，有点痒。你一会儿我给你喷点酒精，你拿起来我给你擦嘛。不用搓了，一会儿我给你擦擦，然后给你。嘿，你这脚里面全部空掉了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有一点点疼，没事啊。他这个灰指甲是全部那个。啊，全部那个。全部是灰的，不是全部的，全部灰的，全部粘在那个。甲床上了是吧？对，你没刮之前是不是不痒啊？痒，有点痒。刮过之后应该更痒。对，因为你去刺激它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没刮几次就痒。哥哥，一会儿我给你喷点酒精哈。好的，你看，我给你去弄，我感觉发炎这个脚。家里有蝙蝠没有啊？什么瓜？蝙蝠？碘酒？碘酒没有？没有碘酒啊？有厚有硬。你不用紧张，你紧不紧张？啊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。你没事，你不用紧张，你这也好修，只不过修得慢一点而已，不用紧张。他给你修的、啊。有问题你就过来哈。嗯。嗯，感觉脚不舒服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肿了什么的哈，就过来就弄一下，换点药就好了。是这么瘦哦、哎，几年来修脚就是这么瘦，到现在还这么瘦。吃不胖正常吧？这是吃不胖。你们这是病好长时间了啊？好像15年的时候就16年，16年对，16年就我这个年纪，17年了。脚丫痒哈，对，要喷点酒精哈，有点疼的话。
不是那个坑坑里。喂。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就到家了。还是必须把这个脚稍微弄一下。到了，你把它抱好嘛，到了要进来啊。好了。脚以前治过的，治当时也长出来新指甲了，然后长着长着又变成这个，治不了根。灰指甲可以。在哪治的？在那个红绿的那叫红绿的那个。你这甲床一点都不好。甲床坏了，你这个甲床真厚。变形了，看。不是变形了，甲床不好。就算治好了，老板说多少？然后你这个指甲长能长出指甲，但长出来也厚，也厚一点，但是下面不枯了。血管里面就不疼了。弄过了。不知道，有没有来不知道。听说我也想过，你快去。你像灰指甲不能修太薄，太薄的话，容易出血，知道吗？